和兄弟打赌搭讪学妹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，不仅成功加到了学妹的围巾，还因为女生浴室停水，约出来了学妹。你看我干嘛呀？走，带你出去。把她带出了学校洗澡。哎，洗好了。淋了一点。啊，对，刚下了一点，来，把脏衣服给我吧。走。淋了一点。啊，真没事，走吧，快回车里吧。怎么了？ 小萌萌，不是你没买那个救生三件套啊？没有，那是李哥没玩了。哦，学校超市可能剩了点。这样，现在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早，我带你去趟超市，我们买点三件套。没事，快快快，把安全带系好。在那边。我的机会又来了，趁机带他去校外超市采购。差不多就这种吧，放下了，那他稍微舒服一点。 他好像是害羞了，害羞起来也那么可爱。好吧，我们去下个地方，买齐了三件套，还有一点时间。这个，就和他多逛了一会儿超市，和他一起逛超市的时候，我仿佛已经想到了我们结婚后在一起生活的样子。我好像已经知道我们的孩子以后叫什么了。我把钱转给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 哎，真不用的。你这样，你给我转，我也不会收。你回头请我吃顿好的，不就行了吗？那我下次心情不好了，今天太晚了。太好了，下次又可以约他出来了。机长要不我拿？不用不用了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前面就到了。走吧。谢谢学长。好，上车吧。